night. Assemble.继续抽啊，再抽个抽第四个啊，抽第四个牛肉干啊，兄弟们，今天下去吧，彩色。哦，先下去。变羊可以被驱散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不能被驱散，他也太猛了吧？如果他不能被驱的话，那他太厉害了。他肯定能被驱散呀、啊。那肯定嘛。有的时候我买彩票中奖了没有啊？今天木打 shake 掉盘，可能很多水友没看啊。我说那盘要是木输了，我就抽五包牛肉干。没想到木真的输了，我惊了。那啊，我们说到做到啊。我还是想看小凯能赢毛黄，因为我想看木打毛黄，不想，对吧？如果看不到木打毛黄的话，那今天这个感觉看的就啥都没看到似的，给我的这感觉啥都没看到似的。但是有一说一呀、啊，毛黄真的不要再用兽王了，兄弟。刚才那盘优势这么大，感觉这个兽王中间看起来有点虚的样子啊。刚那盘前期、中期的优势大到没边了啊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力量加三。啊，掉的是指环。小凯他的独特的一个骚扰的那个就是他喜欢用一个大技去侦查，只有小凯好吧，拿个大技去看美人，你还别说这个大技还吸引了这个人族，不拖了人族不少的时间，这边人族，哎，这个能练完吗？这边小凯没练好啊，哎，大哥你的狼没练好呀。这是什么练级啊？烦，别问啊。他的第一个狼死得太快了。哎，拿到手套一般。一满分垃圾套餐。哎，猎头，这猎头，谁中了？又中了，又是你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阿里拉与小西柚，又是你。这里这个大法师，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哎，这里头又被洗倒了。这里头100%啊，等会右转的时候突然。右转的时候，
哎，看见一个没血的狼。螃蟹，螃蟹，螃蟹！哎呦，可惜。什么螃蟹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不是一个伏兵一直在追着那个猎手吗？就死了。你出来一个敏兵吧，那。我死了，死了。啊，这是主砖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是这一招。为啥？不知道呀。这盘这个先知可快三级了，还有三个装备，四个，还有个臭蓝豹，四个装备。感觉这盘小，感觉这盘小凯要赢了。用臭蓝豹啊？对啊，用臭蓝豹抽呀，抽这个。哎，这个。是顺生啊。这个上帝好像拆不掉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靠。能修，能修，能修。他不会修的。其实他不会修的，你就侮辱他好吧？好吧，你不要侮辱小凯行不行？虽然说他不会修，先知已经三级了，修修修修修，快没钱了，快快修到没钱了，兄弟，马上没钱了，还有40块钱，修了更亏，先不管，反正先修好吧，反正修起来，修起来，修住了，修住了，哦呦哦呦哦呦，修住了就行。他不知道小块的支援，修住了就行，就怕修到一半修，就怕修到一半没钱了就尴尬了。两个狼在跟着这大法师，一个狼其实就行了。这两个狼可以去家里面防守啊，别追着这边，对，家里防守。哎，这个死了呀！哎呦，这边小凯的操作有点乱，有点乱，我感觉好多残血的兵。完，这波操作压力有点大。牛来了啊！玩家的部队正遭到灭头优死了。但是相对于第二局来说，小凯的局势还是好很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被这个兽王一路追啊？打他呀！这有点像昨天 Isorc 的 FS 一样，打他呀，打他呀 ！FS 不用一起跑啊！对啊，打他呀，先知。别他妈跑了，被追死了，这波被追死四个猎头，你敢信？哎呦，他一个兽王带着一个顶顿夫的伴，追着别人一个三级先知，加上四五个猎头在一起在跑。感谢阿丽拉与小西柚送的浪漫花火，谢谢阿丽拉与小西柚老板的浪漫花火，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大气老板牛逼。那我但是有一说一，这局还是兽族好打呀。你觉得吗？我觉得兽族好打。Better 吗？凌晨，我今天都付出了五个牛肉干了，你还要跟我 battle 吗？啊？他把臭蓝豹卖了吗？他这个先知？那就不掰就不掰呗。哎呀，凌晨都这样说了，那就掰吧，凌晨啊，我给你掰一盘啊，凌晨。你要那个小凯是吧？行吧啊，支持一波小凯啊。好吧。今天不会是福利日吧？给水友们送福利，给令神送福利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A级被抓了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冲了半回。这波你不会不 TP 吧，小凯？这波 TP 可以，好了。TP 走，他应该知道对手是开矿了的。小凯抓紧练级啊，练完级开个矿。好，这波抓一波人族练级。累了累了，这波人族很难受啊，得 TP 了。德宝重生有用啊，小凯喜欢杀英雄，没看不看了一下宝，决定不杀英雄了，直接开加速电了一下，没电死，感
感谢彩色的100块钱，感谢。他为什么上来不开加速杀法师，他要杀兽王呢？感谢。他上来开加速，留加速车上去踩两脚，杀三个法师妥妥的。哎，不过杀不了，轮到用英雄夺风的，一样的。不是他上来抓屁股的时间就杀法师啊，他加速上去踩两脚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不关键，不关键，不关键，好吧，不关键。你太侮辱一毛分的操作了吧？轮到再妙那个大法师，肯定重生给。不是，我说的是杀法师，杀后排的法师，踩地板。啊，法师啊。对，法师不得，可能猎头上不去嘛。上得去啊，他的牛冲在最前头。但是呢，他上去了以后，他上去了有可能能妙一两个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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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二个那个加速啊，兄弟们全完了，怎么了？他怎么出白牛了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出白牛有问题吗？我觉得白牛出白牛 low 中 low 好吧？确实 ，low 中 low 中 low 啊！白牛这个东西，你从你造它到它发挥作用，需要4-5分钟。下慢很强。下半场真的是的，你造他，你需要出白牛，他要回蓝，然后你还要升他的专家级，你还得等很久，他才能狙几下，还要浪费你的木头跟钱。下半能控一下英雄，然后而且那个去伤的伤害更高，白牛没蓝的，等会儿对白牛特别缺蓝。这里人多，练级练得很慢。怎么人族有1000多块钱啊？为啥兽族只有40人口啊？出兵啊，大哥！出大 G 了！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，支付了，支付了1000多块钱。嗯，踩一脚，没用。牛没蓝了。直接支付啊！不多说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支付。感谢彩色送的100块钱。啊！牛抽蓝棒，抽一手台，先支付。哎，没支付的嘛。没支付啊！你支付了？没支付啊！那我打起来，我再看一下嘛，我能不能让我，能不能让我心里面有点念想？凌晨还没对吧？你在玩欧亚枪吗？为什么骗我呀？打起来让我看一下嘛！我准备支付了，但是看着这波小凯杀了几个兵，有什么好看的呢？算了，连矿都没有，直接支付啊！没念想了。哎，大法师！哎，有个螃蟹，我跑，有隐身，没有用、啊。刚被这螃蟹给围住了。躺下还是牛逼啊！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螃蟹就是罗曼蒂克的化身呀，兄弟们。鸡鸡，支付，感谢啊！啊！最近感觉 battle 一直在赢呢。对啊，我最近 battle 一直咋回事啊？休战了，兄弟们，今天休战了啊！哎呦，这盘小凯前期挺优势的，中间那波的拉扯感觉被爆了，感觉他中间那波的拉扯被爆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牛肉干啊，兄弟们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Shake 能赢一毛番吗 ？Shake 能赢一毛番吗？看了一下一毛番今天打的不是那么好。我也觉得今天打的不是那么好 ，Shake 那个一毛番。他没判断是对1000多块钱。哎呀！巴拉巴，
他们应该要先 BP 一下，这盘应该是先打胜者组啊，毛皇打 Shake， 然后今天木打小凯。是这样子的，那个我感觉 Shake 赢木都是好吧，先让对手大意，然后再麻痹，让对手麻痹，然后出奇制胜，是这样子的啊。打人毒应该不大会有这种剧本啊？因为我的魔术没了呢。没事，他们都没进来。恶心。哎，对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了今天那个 TP 联赛的那个新闻了吗？兄弟们，可以啊。怎么可以吗？告诉我，说一下呀。你没看吧，凌晨？不是，很多的群友可能没看呢。哦，很多群友没看，好吧，就是相当于他们好像一年的 TP 联赛，一年总奖金差不多是100万吧。一年总奖金100万，然后分月赛跟总决赛，就跟黄金联赛很像啊，就跟黄金联赛很像。过几天就开始打第一个月的月赛了，感谢毕业送的礼花筒啊，谢谢毕业送的礼花筒，感谢毕业。好好，昨天输给福克斯，然后输给苏伊。福袋还有30秒，牛肉干的福袋还有30秒，真的没想到呀，他输的有点奇怪的。我也觉得是啊，没打好，没打好。点击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参与这个牛肉干啊，牛肉干的抽奖，兄弟们。这个版本的第一种主是谁呢？看看啊。你们觉得这个版本的第一种是谁？目前看起来是暗夜啊。哎，好了，说到林 Jason 啊，这个兄弟啊，估计暗夜玩家觉得是兽族，兽族玩家觉得是暗夜。暗夜跟兽族吧，反正其中一个。反正其中一个，真的。现在主要是兽族打暗夜是，暗夜没确定好最厉害的套路。是的，还不是很明朗。感谢北冥有鱼送的眼镜啊，谢谢北冥有鱼啊，感谢。人主是感觉是人多，我也不像这样说，但是啊，谢谢这个班卡，谢谢永固7611。这版本人族其实还可以，不会说跟暗夜兽族差很多，我觉得。人族真的一直在加强，但是说那个选手们的发挥跟不上，感觉。比不了别的种族的 S 级选手。这个来说，三代哥应该很开心了，可以争命呀。那他们也不需要证明吧？人强。但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证明吧，对吧？不需要证明。对啊，为啥？这个有些不是每一天都要证明吗？每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要证明啊，不然就有些人还要说。那你那样说的话，不还要证明吗？不需要吧？那确实，不确实也不需要证明啊。感谢林 Jason 送的5个鲜花，谢谢林 Jason 啊，感谢。参加比赛的话，还是每一次要证明，这是选手的压力啊。啊，感谢豆豆龙二号送的棒棒糖，谢谢豆豆龙二号。输了就被喷，出了第一名被喷，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又有别的比赛，别的比赛如果没拿到第一名，就又被喷。哎呀，变菜了什么的。
感谢毕业送的蜡烛灯牌，谢谢。哎，今天的礼物怎么这么多啊？今天的礼物什么情况？兄弟们，看我今天啊，看我今天各种抽各种送，给我送了不少礼物啊！可以啊，感谢大家的礼物啊，谢谢。感谢抗战二十年，还有苏染送的眼镜，感谢，谢谢。你是还是不了解中国本质？不是，韩国选手中我最了解中国的本质。我来中国以后就被欺负过多少次？被欺负过多少次？令神，说说你被欺负的经过，快快快！不要说嘛！说呀，说说说，我就喜欢听这种被欺负的。算了算了，这是真惨。停一下嘛，令神！不要不一样的国籍的人来中国生活。嗨，好吧。现在韩国没有几个喷子吧，因为没人看。感谢同风七九万里银色绝地，还有大牛送的礼物，谢谢。没人看。感谢。机长说只知道令神欺负 Romantic， 令神咋欺负 Romantic 了？这个你误会了 ，Romantic 就先欺负了我，然后 Romantic 先欺负了你。我在网上就说一下真话，他给我做了什么事儿？这是啊，可以，然后没什么吧，不过没什么，不是那种。哎呀，反正已经过了的事情，但是不会忘记的哈。哎呦，对哦，我今天有小风车没挂。突然想起来啊，兄弟们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这样 TP 变三一年这样搞的话，基本上，嗯。怎么说呢令神，别的比赛很难进来呀、啊、很难进来吗？那他一个月商量呗，你看我但是选手来说好，这好的消息、啊、商量呗，这种像我们这个下月的团队赛也是那个呀，也是时间调整过的。这些兄弟们不是都骗了水友们就洋洋的吗？李轩，你为什么不玩欧亚莎？为什么要玩欧亚莎呀？哎，不太喜欢进去。我的老婆特别喜欢玩那个安乐下。那你老婆应该也会玩欧亚莎吧，李神？她没时间。好吧。然后我之前，比如说在 KTV 跟朋友们玩过这个安乐下这个东西，我完全没那种，这个游戏特别好玩的，感觉不到。好吧。我参加了 Romantic 比赛，明天我六点钟打，明天两个比赛要打，还好烦啊，还要准备。哎，这样说的，哎，彩色是不是之前被一起解说的时候被天天黑吗？被什么天天黑啊？你被欺负的吗？我被欺负，我被啥欺负了？我
历史切割三代跟一比一去解说的时候，我心痛你的呀。是吗？你心痛我？哎呦喂，那个时候实力不行，好吧，现在扬眉吐气啊，兄弟们。对呀、啊，那个时候，哎呦，又没有视频啊，我只能几次那种。这两兄弟就一直在说，他们的理解肯定是比你强嘛。哎呀，你说的时候，哎，不行，不可能。搞笑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可能那个时候的水平没有，就是水友们那个时候看过的话，可能知道我在说啥。所以彩色的脾气好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开始锻炼已经几年了，对他的脾气好是吧？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这直播出 bug 了，什么情况？可以。什么开框吗？啊，小强，哎，这兄弟我记得是大叔主也是小强。我是服兵2014年去2016年回来的，两年。啊，不到两年吧。好啊，可以了啊，终于搞定了。一位玩家的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能看得见右下角的小红车吗？开盘。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看不见，算了，先不管了，等会再说吧。这里你母过去啊，我是专门管理武器的。不好，大法师装备这么好啊！在血友狂点完全没压力，天嘛这是。啊，飞机不是他练这个，他练这个不是 TR。哦，他练就学的。对，他练不是 TR 啊。哦，好吧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攻击。哎，我等会得重新推个流。哇，主抓假酒鸟，哇，这大把装备太好了吧！这大把是感觉已经赢了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第一人就是谁呀、啊？第一人都是谁啊？那三条狗。我靠，这大把是点一下，他加了14点攻击力，能不能说再买个装备？第一轮就肯定是一马翻啊！这个比赛的话，一位玩家的部队浪漫淘汰了。那你不也不能这么说啊？毕竟每个组的对吧？每个组的那个不一样。嗯，好吧。
每个组实力不一样，诺曼提克这个组的实力明显比这个组强啊。伊莫芬的小猪是谁来的 ？Happy。诺曼提克小组开的小强过来没用啊，这一波这大法师直接把你小强给点飞啊，阵塔变好了。GG。我也感觉啊，这一波小强被掉了一半血，过来血亏。反补太凶了，这大法师。又买了个头环。这种五分钟就这种装备大法师就两个字，无敌。特别是打狗，打狗就更猛了，这种大法师打狗也太猛了吧。人族这个练人族现在打这张图，感觉打有的时间打应该也会练这个点。应神，你有见过没？什么？有的时间就这个图，人族打应该也会练中间那个分块。没看过，比较少吧，但是也有的。哇，这农民被大法师直接点死。大法师现在水人也很毒，就压在这拆你的建筑，拆完商店拆祭坛，你出来守我就点你，点你人。哦呦，这个刺没营养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，大法师怎么走啊？啊，疯狂有狗在跑，所以大法师走了。可以啊，这波围魏救赵啊，很关键。主矿跟这个大法师跟水人刚正面真不行。但是点死一条狗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又来了，这段时间 UD 不能跟人族刚正面啊，你跟人族打正面你肯定打不过的，就跑好吧，搞主矿搞一搞，分矿搞一搞，看能不能度过这段时期，看能不能度过。如果这段时期如果没办法度过的话，就很难受。主要是这个英雄没什么用啊，感觉小强确实啊，他科技打没人族快啊，人族科技这盘也这么快的吗？嗯，那也太难了吧，这波大法师又来了，这波可以拆祭坛，两个等我招两个水人 A 祭坛，就不用 A 进去，这个人族打祭坛就行了。哎，直接三本，直接三本，出啥呢？为啥不拆祭坛呀？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这里，福特曼。双 B A 血，什么情况？双 B T， 造一瞬间摆了四个出兵建筑，五个出兵建筑。双 B T， 你在玩新圈吗？666666，同时造了五个建筑。是的，同时造了五个出兵建筑，没见过吧？哇！哎，福特曼拔走了，我没杀，大法师被围了，这个没杀可以。TP。我也没死，可以操作。这盘奥本骷髅海，他是奥本骷髅海加绞肉车，妥妥的呀。因为他觉得这盘 UD， 这盘他觉得人族的矿离自己家主基地特别近，是不是？如果打强推的话，还可以。有没有道理？林神想说你有没有道理？林神，道理，你还是赚你的解说啊？那我只能这么给他解释了呀。否则无法解释啊！哎哎，练死了狗，
那累死了两条狗是什么道理呢？令神。嗯，关键关键。就不破人口，刚好49人口。哦，有道理啊，49人口可以。嗯。刚才被退了一个那个，被退了一个突兵建筑啊。双 BH 是双 BH 出角度车的，不是出那个的，不是出那个，毁灭的，他二本的出不了毁灭，哇，这波好亏啊！一个骷髅法师，三条狗，一个绿皮，一个小黑人。好像单船到哪儿？到分矿啊，他主矿的商店被拆了，传到分矿买了个蓝瓶。这盘肯定是骷髅海，但人族现在三本生好出小炮加上南巫啊，南巫加小炮，克你骷髅海。人族不走吗？这盘哎，人族怎么这个 shake 他打那个什么也是用。打兽队用小强，打人族也是小强，唯一的小强哥。发车了啊！快快快、啊！去 T 呢？对啊，没伏地啊，没就没吧。这一招就讲究一个快啊！你来的太晚了，别人部队成型了，亡灵就打不过了。嘟嘟，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哎，操作不过了，骷髅走啊！一个字，骷髅这边、哎、骷髅不打砸农场。好，骷髅海南巫的话，去的快没来了，南巫去的快没来了啊！这骷髅的数量很多，还有角头车小强磕了蓝屏，再一个字。但是好像还是顶不住啊，怎么只有一个盒子啊，这个 UD 小强又 C 了一发，小炮在砸南屋，这边人族的后排也没什么血了，哇，好，又踩了一脚，这边要死光了， UD 这里还是打不过，没事，什么来的太晚了，人族这波没怎么死兵，来的太晚了，人族已经基本上成型了。DJ，一座基地，DJ喽。DJ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再问你们个问题，你们真的看得见这个小风车吗？如果看不见的话，我可能要重新推个流啊。感谢毕业送的蜡舞灯牌啊，谢谢毕业送的蜡舞灯牌。这小风车你们看不见吗？看得见啊，看得见就行。有的人说看得见，有的人说看不见，你们看不见的要不刷新一下啊，有就行啊，我就这样，兄弟们。这个比赛的间隙啊，大家可以下一下《剑舞乾坤》啊，这个游戏啊，现在在做推广，游戏里很多玩法跟活动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啊。是小风车啊，你们小风车啊，《剑舞乾坤》是个手柄，不是吧？你们看的不是《剑舞乾坤》吗？What？ 图标不一样吗？行，好吧，那这样子啊，兄弟们，大家可以在间隙当中去比赛的间隙下载一下这个游戏啊，这个游戏。等会我们会给大家发福袋啊，老规矩啊，
这个大家可以准备好这个桌面的截图跟画面的截图啊，等会这个福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宵夜啊，兄弟们在直播间下载注册以后啊，进新服当天24点前啊，升到200级啊，前五名安排88啊，如果7天内到370级啊，安排38啊，然后等会那个如果福袋的截图呢，就是你们提前准备好截图好吧，中了福袋的朋友们2分钟之内发我小风车游戏的桌面截图和画面截图，就可以带走200的宵夜了。好的，结算开盘。我看着小手柄的话，你们可以刷新一下。明天我要打2个比赛，头很大，哎。2个比赛啊？是的，6点开始打。哦，又换首发英雄了啊！这盘首发英雄是力去了，变了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我没不练习，我最近我这个月是要多练一练的，兄弟们，我这个月多练，我最近打算下午有时间我就多练习。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感谢毕业送的眼镜，谢谢。力取练分矿，哎，怎么力取练的是这个分矿啊？海参比赛明天有，哎，明天2个比赛，就明天，哎，本来是为啥两个比赛要撞车呢？很烦。这特斗杯跟那个 Romantic 办的那个比赛撞车了。力取来了，力取1级的，不强啊，打得过。带3个骷髅过来能捞到东西不？好，升级了，农民先拉走，看看这盘人族把，哎，又买了个头环，再买一双鞋，哎哎哎，打了勾了一下野怪，结果自己被野怪打了一轮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这里再练牛皮啊，练2个分矿，感觉人族这里这局劣势了呀。牛皮啊，这么练的，练了这个分矿还不够啊，再练下面这个分矿，然后这边出不了门了，这一会儿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，这会儿出不了门了。但是这个力取没有买骷髅棒出来，很尴尬。不是 UD 劣势吗？UD 劣势吗？我怎么觉得人族劣势啊？人族的矿也忒慢了吧？刨农民啊，这波过去刨农民。哎，这个大法师的装备有点好，有一说一，2个头环，还有鞋。好强！我感觉人族优势，人族的不 UD 优势啊！你看人族的矿现在还没造 ，UD 的矿要造好了。一位玩家就这里跑，正遭到攻击。哎，是吗？走了，对啊。好香。那你不觉得吗，令神？好香。但是大法师等我有一波强势的反应。哎，
这波力气过来吃个狗，能把大法师弄死。来了来了，他吃个狗把大法师弄死可以。你扔了，你看到了吗？撒粉，哎，撒粉吃狗 ，no， TP 主控力气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哪呢？你在哪呢？踢在外面，快跑快跑！玩家的部队，哎，跑了，弄了个农民，好吧。狗怎么死？哎，这狗，哎呦，这狗操作失误送了，但是这一波大法师很难受啊。我谁呀、啊？北，我已经，哎，我已经回复了 baby 了。海是能救，不是吗？都不要赚。UD 怎么仿收呢？就这里，就看这波大法师三级的反压了啊。嗯，这波是人族，如果这里人族压不转的话，人族这盘很难打，经济差的很多。但是这波大概率赚呀、啊。这大法师三级，只要大法师不死吧，这大法师自己有点危险。大法师就是自己的状态有点差，自己有点危险。我这买雇佣兵可以啊，我可以很细啊，这波雇佣兵买的好，买的好买的好，正遭到攻击。黄绿皮买出来，先带走水人，弄大法师，压大法师的血。哇！力许有点，力许可能被围。哎，那就驱散了。驱散。能拿经典吗？哎，被冰塔拿了吗？被冰塔给拿了这个经验，这么倒霉的吗？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本来力许三级了，如果啊拿到刚才那个水人的经验，他三级了已经。农民往上拉拉走。哎，这波运气有点不好啊。那这样用第一疯狂要死好几个农民，绿皮双剑操作。操作压力太大了，这波大法师杀到四级了，好，力许到三了，正遭到攻击。但这波人族死了两个农民，啊不 ，UD 死了两个农民，而且 UD 暂时主矿升本了，补不了农民。哎，伏兵走了。农民动一动吧，农民。伏兵 no 了一下，这个 no 的一般。冰塔也要操作一下哦。冰塔这边的操作减速这个水人，又杀了一个大法师，四级了。哦哟，大法师这一波太赚了，这波 UD 的操作压力确实有点大吧？对吧？他这波亏主要他没到大墓地，他如果到了大墓地的话，我觉得不一定会亏。他能补农民，他就不亏，他就不会亏。我觉得他，但这补不了农民是比较伤的。得主矿再补会亏好多钱。这波打完局势我觉得五五开了，可能人族小优一点了，可能这波打完可能疯狂。哎，又是骷髅啊，骷髅法师不是吗？这个又来这招，你牛皮啊！有点你有意思啊你！哎，这一盘毛皇他在疯狂升本，疯狂升本是为了什么？能敲民兵防守那一波吗？哦，疯狂升本有点东西啊。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，你发 C， 他不 C 这福特曼，这都不 C， 他满蓝喂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，然后三本啊 ，UD 又点三本了吗？那我感觉 UD 打的有点。骷髅法师升三本，骷髅法师打到大后期打不过人族啊，要么就二本推，你再升三本的话太拖沓了，我觉得。
一座基地正遭到围攻。哎，而且凶猛的时候没补完，而且分矿还少了一个农民，四农民，对，四农民采矿。哎，输了输了，我说这局 UD 已经输了，这种局赢人打人都特别难打。你现在本又升的慢，辅球出的慢，你正面打不过人族啊，你正面要被人族压，然后你后期还没人族强，这咋打呀？这大把蟹太厉害了吧。是的呀，这里你直接锤这个 DK 啊，直接锤 DK MK 可以， MK 是带了两个血瓶过来的。哎，这 MK 不放技能是吧？人族主矿得变个冰塔，哦，亡灵主矿得变个冰塔。这波锤 DK 哦，为啥不锤啊？盒子呢？在分矿，他先出了俩绞肉车。开始出盒子了，五十人口，现在亡灵卡人口了。这里也太亏了吧，有点门口的点被别人练了，骷髅法师来跟水人换经验啊，这就是纯粹的经验交换，就经验换经验，两边的召唤物对打，哪个经验多啊？这水人跟那个比起来，哪个经验多啊？一个水人等于几个骷髅法师的经验？这个小这个骷髅兵跟骷髅法师的经验，真我不知道啊。反正大法师现在快五级了，帕拉丁也来了，部队正遭到攻击。哎哎哎，大法师。哎，残废啊，残废啊，大哥！哎，你不是有那个残废这个技能吗？现在专家级就可以放残废，我记得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小炮。哎，他刚才能不用残废啊？现在我记得专家级可以放残废啊，大哥。对吧？哎，我变卡了，啥情况？大师级是那个邪恶狂热。这兄弟骷髅法师只有一个盒子，他不出第二个盒子。一位玩家的部队正遭到攻击。你看，你看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啊，现在大师级了是吗？放着。这里骑士加特别小炮，但是南巫的数量有点不够这一波。哎呦！南巫的数量有点不够啊，一局兜了一手，哎哎哎，这 UD 没有群补啊，这边小炮打得好猛，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了，抱不住了，好吧，这个。UD 的法师打到纯后期肯定打不过人族的这种部队啊，人族这个部队，人族这个部队就血克你啊。你麻烦感谢一下 Shake， Shake 真是个打工仔啊。GG。好，那一毛饭小组第一出现啊，很关键啊，靠的是啥？很关键啊。小猪弟出现，靠的就是 Shake 把木给锤了，太关键了，太关键。那感觉 Shake 还是出不了线， Shake 掉到半截组，他打，等我大概率要打木，小凯应该打不过木。
感谢毕业送的蜡烛灯牌啊，谢谢毕业送的蜡烛灯牌，感谢。